啊，南无阿弥陀佛。今年是大年初三了啊，祝大家新年吉祥啊！阿弥陀佛。今天讲的是两个句子，称为真空妙有啊。真空的句选了《金刚经》的六如记，妙有的记选了无量寿经的一个记子。那真空妙有是表达着大乘圆教的中道了义，把这个真空妙有理解了，你这个第一义谛呀，就有一个把握。真空何为真空啊？真空有不空的要素在里面啊，是为空而不空啊，还是妙有的空为真空？何为妙有？有而不有，还是？空的有才叫妙有啊，妙是不可思议的有。好，那先看第一个记，《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大家对这个句子可能都是很熟悉了，大部分人肯定能背下来。但是真正要落实在我们日常的关照当中，落实下来还是不容易的。《金刚经》是属于《大般若经》其中的一卷，主要是谈十相般若的。那十相般若这个法是甚深微妙，难信难解，所以《般若经》这个《金刚经》就贯穿着27个疑问，佛一一的来解年去复。那从第一个求佛行施住相仪开始一直到那这个偈颂就是最后一仪，断怒集如何说法仪，前面会谈到如果以无量阿僧祇的七宝来布施，不如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受持这个经，乃至一世纪持诵解说，祈福甚彼你就是说这个金刚经乃至一世纪的功德远胜于以无量阿僧祇世界的七宝去供养诸佛圣人的福德。那就说明演说金刚经的功德不可思议了。那怎么去演说？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就是要把握空性切入到那个真如，如如不动，你才有超越七宝布施的福德。那演说
般若经典如何住到如如不动呢？何以故？就谈这四句。表明你把这个世间的一切有为法这个相能够观察它的本体，就是如梦幻泡影这六如。那自然你在说金刚般若的时候就会不取相，不执着，切合那个如如的体性，不会有动摇，不会有分别，哎，这样的功德就出来了。好，那这个六如就对我们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把一切有为法执着真实，这个一切有为法是指一切缘起的法，它的包括面很广，包括五蕴，我们的身心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是凡夫法，也包括圣贤法啊，一切色法，一切心法，那身罗万象，所以显现的法都是缘起的，这些缘起的法都属于有为法造作出来的，不是本有的。好，那我们现在见闻觉知的一切都是在有为法的范围之内，包括我们的身心。那我们都认为自己很真实啊，身体是我的，我所拥有的东西也是很真实的啊，见闻觉知的一切山河大地外部的世界也是很真实的。我们就是由于把它看得很真实，才会去执着它，才就会拥有它，去竞争，去造业，这叫起惑造业，感受恶果，轮回不休，都是由于我们把幻象执着为真实。佛用22年讲般若些经典，深知我们这些众生就是最大的一个颠倒，就是把外境认为真实，不能了解诸法的空性。当一个学佛的人不能把握空性见的话，他是在佛门之外的，不得入门而入的。所以这个六如就跟我们非常精辟的来教我们观察，首先是如梦，大家都有做梦的体验，梦中都有境界，梦中也有自己，梦中也有故事情节，梦中也有喜怒哀乐剧情绪反应。那这些梦从哪来的？是由于我们捏湿的心显现的。捏湿的心是过去无量劫的熏习，所以在梦中虽能没有一个具体的造作的，但仅种种境界分明啊，这个境界现前，你很认为很真实。当你还在做梦的时候，梦中一切你都认为很真实，只是你醒过来了，还有梦吗？
梦中的人和物你能取得出来吗？梦中 有一瓶很好的酒，我这个 很喜欢喝酒，想拿得过来吗？所以你觉醒了，这一无所有，都是假的，都是空的。哎，这个比喻非常贴切。那么现在我们睁开眼睛，也看到了种种境界，也有山河大地，也有他人，也有自己，也有故事情节，也有情绪反应。我们能不能当下觉照？还是在梦中？既然昨晚住的那个梦是假的，现在睁开眼睛还是假的，那要等到证人我空，破见是惑，哎，他就绝了，绝了，我们这些境界都没有了，如梦。好，这是第一个字。第二个是如幻。大家会说，过去现在未来还有现在的四面八方十方世界，这很真实啊，你怎么说没有呢？我们这个万法唯心呢，都是我们心显现出来的。心如工画师，能画足世间。在佛法看，我们的心能显现的心都是虚假的，那所显现的外境还有真实性吗？这就用一个幻术，一个会幻术的人变现了一个幻的境界，你能看着各种人物 也在那里也有景物，但是它是不真实的。就好像你看空中的海市蜃楼啊，有城市，有楼，有楼阁，海市蜃楼，如幻呢。我们都被幻化的境界所蒙骗了，这第二个是。第三个是毒抛，抛就是水抛，这个水本来是很平静的，结果风一吹就激起了波浪，然后波浪呢，那 风吹就有很多的水抛泡沫，这泡沫就会聚在一起，有时候这泡沫阳光一照还 五光六色，很漂亮。这就比喻我们的五蕴里面的受蕴、想蕴和行蕴，就像水泡。受就是我们的感受系统，就是领纳外境一线，外境的人和事一线前，我们会有感受。一般感受是三种感受：苦的感受、苦的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有叫舍受。好，这是领纳。想就是取向，男向、女向啊，这个这些长相、短相啊，在取向。行是我们行运，就是念念牵流不息。所以这个受想行三运所升起的相状，就像水泡，有时候叫佛殴。你看过去很真实，但是你不可捉摸，一拿手一碰就碎了。当体空寂，而且水上的这个水泡，它有时候会显现出来，有时候又归到水底，触摸不定，有时候会大点，有时候会小一点。
哎，这就表明像我们的内心对外境的感受也是不定的，有时觉得苦，有时觉得乐，它是反复无常的。啊，这个《维摩诘经》也有是把这个身体就像水泡，像芭蕉，你看过去是否有，但一碰就没有。正因为当体空寂，所以我们的身心都是很微脆的，很无常的，不值得信赖的，无有坚固的。啊，这是如抛如隐，隐就是影子。有时候我们走在阳光之下，阳光透显照着这个身体所投的一个影，这个影有时候表达我们五蕴的湿蕴，阿赖耶是湿蕴，它是法尘缘影呢。前尘缘影在我们的意地当中显现的那个影子啊，那这个就表明阿赖耶识里面的见分和相分，就是阿赖耶识本体所投射的影子。那这个由这个见分显现相分，山河大地这些都是相分，那这些都是投射的影子，影子是没有真实性的，就好像天上的月亮投到水底有个月影，你看过就是有，但是你从水里面想把那个月亮捞出来不可得。像镜子里面显现像，哎，这个镜子都有个像，这个像那个镜子的像也像这个影一样的不真实不可得。好，这是理解这个影。在第五个是如露，露就是露水啊，早上啊，由于有湿气雾气显现的在草上在树梢上的那个朝露露水，这是表达我们的湿蕴，就是我们这个四大的身体就像这个露露水，虽然晶莹透亮在那里，但是阳光一出来这个露水就没有了，表明这个身体是微脆的，很快就会消失了，这就无常迅速啊，像露朝露啊，啊，好，如电，电就是闪电，又是一个霹雳过来，闪电，一闪电，它是光的短暂瞬间的起来，马上熄掉，这是表明我们现在的这个念想啊，刹那刹那不住，叫生住意灭啊，一个念头起来似乎转暂住下，马上变异，马上没有，第二个念头又起来，第三个念头就来，如电如电光啊，大家从这六如里面是不是感觉到一切法当体即空，毕竟空寂呀、啊？如梦幻抛影，表明一切法的空了不可得，而且是空空一空，一空到底，毕竟空，无所依，无所得，无所有。般若经典不断地谈这个问题，那这里
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16个比喻，金刚经有6次翻译，还有的翻译是有9喻，大般若经有10种比喻，啊，如空、如云、如心、如阳焰，哎，它有种比喻。那谈空，大般若经有18种空，18空，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有为空、无为空、有法空、无法空、有法无法空啊，他不断的谈着，就是扫荡一切，无有一法是真实的。你想想，这个智慧是不是甚深难解？我们苦就苦在没有般若的空慧呀、啊，就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水深火热挣扎呀、啊。你有空，你才会潇洒呀、啊。啊，所以《梦幻泡影》表达诸法毕竟空的道理。如露如电表达无常的道理。如果我们了解诸法的毕竟空，自然的就不住在相上了，那就无住了，因无所住了。如果观察一切法如露如电这个生灭无常之相啊，我们自然会升起警觉修道的心呢、啊，如就突然了、啊。好，这里侧重在空性来说。但是《金刚经》不仅仅谈空的，它有不空的一面。所以因无所住是破相，谈空；还有一句话，因生其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其心就是谈妙有。你能够无事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还要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不以这个不能堕到豁达空里面去。所以谈般若些经典，还是宁可知有如须弥山，不可知空如芥子。如果你光是谈那个断灭空，可能他不信因果，不讲修行的。好，正因为有空，才会谈到缘起法的因果，才会谈到修一切善法。啊，佛法的一切善法，就是由于有般若的空性才显现的。啊，般若波罗蜜是十方是一切诸佛之母，有般若波罗蜜的空性。有才会有十善业道，有三乘的佛法，才会有这个刹帝利、婆罗门、四天王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他才会有四禅、四定，才会有声闻缘觉菩萨佛果。这都要建立在空性基础上的，哎，这就很微妙了。好，那在所有的善法当中，我们看无量劫以前的法藏菩萨，就是在证到了这个空性，发了48大愿，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普度十方九法界众生。就是从空性里面升起来的，这就是
体现在阿弥陀佛对他方世界所有菩萨讲的三个偈颂，建立净土的方法，其中有一个，你看，绝掉一切法，这也谈一切法，包括有为法、无为法、不可说法啊等，绝掉一切法，犹如梦幻想，如梦如幻如想，谈空性。这时候他觉，不仅是悟到了，而是了，就切证了这种诸法的空性，安住在实相上，实相是无相而无不相的。好，那在这个实相空性当中，满足诸妙愿，他以大悲心发了48大愿，这个48大愿是一个从空性里面生出来的，是慈悲心的表达，就叫妙愿。所以经过无量劫的积功累德的六度万恨的修行，他就圆满的这个大愿。好，那就这种圆满大愿呢，就是福德智慧庄严了极乐世界的那个刹土，必定能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好，那48大愿是我们净土法门的核心了。在《无量寿经》下卷就谈，介绍完西方释迦牟尼佛介绍完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乃至于三辈往生的经文之后，就有一个十方称叹的经文。十方称叹就是这个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啊，这个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十方诸佛都在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那实际上这种十方诸佛称叹也来自阿弥陀佛的愿力所然。阿弥陀佛的第17愿就谈到是我着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知觉称叹我名者，不取正觉。就十方无量的诸佛都要在他自己的刹土称扬赞叹我名号的功德，所以自然他方世界诸佛都在称扬阿弥陀佛的功德，乃至于释迦牟尼佛亦复如是。好，这一称叹，那这个十方无量的菩萨就升起了向往之心，都纷纷来到极乐世界来供养阿弥陀佛，礼敬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说法得阿弥陀佛的受记那是一个盛大的场面。所以我们说极乐世界就是十方法界之都最核心的首都，那这个万水归海都要到极乐世界去。那他方无量诸佛伸出广昌舌相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其中有一个偈颂就是这个。他们怎么称十方诸佛怎么称叹的呢？核心的就是这个偈颂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习到彼国，至至不退转。好，他方世界包括释迦牟尼佛为自己座下的四种弟子说，其佛就是指阿弥陀佛，本愿是他因地发的48大愿，力是他经过无量劫的积功累德修行圆满的大愿产生的一种力，这种力磁力场有时候可以用光来表达就是一个
这个愿力的巨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是以光明的形式表达，光明作为载体运载阿弥陀佛的本愿来摄受所有的众生。好，那他方世界的这些众生闻名，就闻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要注意，这个闻名包含着信，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号。那这个名号就在这个闻名的众生内心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他相信，他愿意去，这叫欲，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一个众生内心发生了一个升华，有信愿心的话，那这一念的信愿的心就跟这个大愿的磁场产生了关联。那这个大愿磁场就像如磁石失针，失针一样摄取不舍。摄取不舍呢，那就是无一遗漏的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皆悉到彼国。那怎么去？都是衬托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都能去。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乃至于阿鼻地狱的众生，都能平等的往生。这叫皆悉，这个皆悉就是一网打尽，不管什么种类的众生，就还是九法的众生，所以这种心量是非常广的。啊，好，到了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呢？这就是你的闻名欲往生的，你这个众生的终极目标。我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要成佛的。好，那阿弥陀佛的愿力，它也是这么一个核心的指向。我摄受众生到极乐世界来，是要让他作佛的。啊，那极乐世界的种种的依报的施舍、正报的施舍，乃至于阿弥陀佛变化各种鸟来讲经说法，水能讲经说法，树能讲经说法，宝网林铎能讲经说法，这些施舍都是帮助众生往生者成佛的。好，所以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它内在的这种法性的力量来摄受这些往生者，这种摄受的力量也启动了往生者自信的力量。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嘛，那启发了他的核心的佛性啊，就法尔自然的让这些往生者能够得到不退转位。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有时候叫阿惟越致，三种不退转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那这个正位很高的，至少是破一品无明呢，就是破无明以上的菩萨才能成为阿毗跋致。特别是念不退，他是念，就是举心动念，念念都跟沙婆若相应，不再是随自己的妄心烦恼而行，而是一切都随一切种智的这个智慧而行。啊，从心所欲不逾矩，念念都是法性，念念都是自性的光明。好，那这个三种不退，换句话来说，就是一生不处。啊，一生到了阿毗跋致，啊，多有一生不处，实则
就是作佛了，他就有能力到他方世界有缘的刹土示现八相成道啊。原教初住菩萨就能够有能力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能作佛，无一例外。所以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48大愿的核心是要令10方9法界众生无一遗漏的往生，无一遗漏的作佛，也把整个法界的众生度尽的这么一个大愿海，所以就叫大愿王啊。那看看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乃至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已经对前面一个偈颂已经是做到了。他在听四自在王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就了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了，如露亦如电了。了解之后，他的那个王位，国王的位置也是梦幻泡影，不真实的，舍弃不真实，追求生命的真实，叫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虚幻的国王位不要了，做比丘。这时候他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他要为所有的众生去修行了，他要建立一个超胜十方诸佛的大涅槃的净土，来令所有的众生都成佛了啊！悉以如来灭度啊，灭度之，他的心量就发得很广。这就是由了解诸法的空性之后，发了一个无上的大菩提心啊。由这个大菩提心以这个状态当中，思维五大劫升起了48大愿，在四自在王如来座下称信宣说。由于这个大愿太不可思议了，感得大地6种震动，虚空作证，必定成就。所以由般若的空性显现的净土的妙有，这是整个法界的一个大事因缘了。我们正因为了解了般若的空性，对净土的妙有，才有确然不拔的信心。它是法尔自然的，是法藏菩萨从大慈悲心里面自然流现的一个法门，自然建立一个刹土。只要我等众生有一个还在轮回里面，阿弥陀佛都是如见如心，一定要把我们度尽了。既然有这么大的愿力已经成就了，所以我等众生都在阿弥陀佛的大愿之海，他在庇护着我们，一念回光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圆成佛果，真实不虚。希望大家尊重。南无阿弥陀佛。